都市人面对压力真系唔少，家庭、工作、学习，样样都要兼顾。透过书展呢个可以接触大众嘅好机会，延音视团人生热线就喺基督教坊有西广场举办讲座，教大家应付压力嘅方法。另外，又会请嚟曾经任职玛丽医院、核子医学部同环境保护处嘅刘美明博士，分享拆解辐射之谜、打开养生之道嘅秘诀。